高洁少女。哎、欸，喂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钢琴那个，我是谁不重要，反正我们，我那个这个标题看起来就技术含量非常低的样子，就是你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名字越长越唬人，它的技术含量就越低。啊，没错，我今天完全不要讲这些东西，我要讲就是一个，哎、欸，好，就是。那个今天那个台北市捷运局的吉祥物出现很多次啊，可是其实高雄捷运最近也推出一个高洁少女，我觉得要南北平衡一下，所以我就是他今天要带来他的陶笛演奏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昨天 BOF 的时候不小心聊到我是陶笛社的，然后就被要求表演，但是我昨天没有带陶笛，所以我就那就然后他们就说，听说来人一透，要讲什么都可以，啊你就上去表演陶笛好了啊，然后我就在这边了，好，所以好，接下来请大家那个欣赏那个高洁少女的主题曲，这样。那个就是大家最近如果去高雄搭捷运的话，可能常常听到这首，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个高洁少女小，这个是小琼她的那个一些标志这样。好，然后我就顺便为了要跟那个 cosplay 扯上一点关系，就是这次看到我那个 slogan 是开放文化嘛，它其实除了 open source open data 之外，我们的那个文化创意产业还有这些创作的 open， 就是这个虽然是一个官方，而且它是一个商业公司做的东西，可是它算是鼓励二次创作，就是你画。怎么画本子啊？然后他说就是除了违反三洋风俗画一些十八禁以外，他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。好，那然后可是底下有人问，如果是找花妈去 cos 小熊的话，不知道这算不算违反三洋风俗？好，然后就是顺便公关补一下，就是我是那个台大学院陶笛音乐社，然后就是粉丝专业这边，然后欢迎大学生来学陶笛，然后如果有想要邀演的话，也可以来。那好，就是自己自卖自夸一下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个首例一开下是上闪电秀带乐团。